小安啊，你看，啊，这是你爸爸高志宏，啊，这是你妈妈江秀莲，啊，这个哦是恁双生的兄弟天佑啦，啊，这哦是恁一家人。讲起哦，恁高家哦嘛是足侪灾难的啦，好家在哦，福人有福相。啊，最后恁大伯甲天佑。伊嘛吼，倒去家己的位置啊！你哦，一定要赶紧醒起来。我相信你嘛会帮因福气，倒去你家己的位置。本来哦，因阿嬷是打算要甲财产留阿你，啊，让家良哦，带你倒去高家赎罪。想袂到，那里会发生这种意外啦！你好，来赶紧醒起来哦。咱已经回来咱的故乡啊，阿弟回来找哦，就愈来愈近啦。啊，你这么离岛，啊，咱唔赶紧回来啦！啊，你俩准讲我不爱回去呢啦。啊，算唔知啊，那方崇发哦，伊嘛回来甲子祥拜啦。有伊啊！咋知安尼哦？我规家拍拼卖去啊！啊，你是讲万代老总裁嘛回来哦？系啊，啊伊就讲哦，啊大家亲家头一遍见面，啊硬叫我得爱去因家食宵夜啦。啊，我一点仔胃口都拢无。啊，你即久是你放假哦？系啊，啊而且哦，人阁足好咧，啊知影你一人伫咧台湾，叫我得爱甲你叫过来做伙食宵夜。我爱照顾孝安啦，我无法度通去啦。我知啦，啊，不过迄方崇发哦，啊，搁迄张家良都一直高情，一直高情啦。啊，慧珍哦，你紧快快的啦，我叫麦克过去载你啦，哈。好啦好啦，就安尼啊。哎，严哥，严红啊，严红哦，真正是，哎，祖宗哦。伊食良心川的药了，啊，规人个性拢改变啦。我是毋是要找时间吼，啊，带伊去金博士检查一下。对了，爸，这鲈鱼汤吼是家良特别为你煮的，来，恁啉看卖。来，小我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你来知影讲，我对这鱼仔汤有淡薄仔捡着。会害啦！啊，伊在烦恼这个假孝安哦，啊，真正子祥的行为，你愈来愈明显啦。啊，千万哦，唔通还袂去让看破，我家己就先别空啊。无啦，阿东哦，我都无啥样食鱼啊，啊，大部食食鱼啊吼，啊，鱼翅拢会加点奶油啊。我想讲，亲家应该嘛跟我同款啦。嗯，严萌啊，那你当时不要吃鱼呀？有啊，妈，我记我细汉时阵呢，咱前散食，啊，拢是去菜市啊，你捡迄人，迄卖剩迄鱼头甲鱼尾，转来做米线煮我吃。我若有看你行鱼市啊？啊！搭这两个是安怎啦？啊，一个一个甲我闹开，啊，是要逼我别空安尼啦？啊，无啦，啊，这人老啊哦，拢嘛退化啊，这脑嘛退化哩，莫讲啥啦，我等下甲他啉一杯茶吼，就定砸着。来，吃鱼啊！这个菜鱼米寿煮哦，是我家己的个人料理。啊，之前不管我哪煮哦，阿叔都讲我差一开啦。后来我发现哦，原来是用无同款的米数去煮，所以即马变作我的手落菜啊。
你吃看麦，看有合你口味无？啊，有合无合我的口味，干嘛遐重要？你是继承者呢，啊，搁你母去食的啦，啊，生什么体统啊？啊，即久哦，啊，搁煮予大家吃啦。你以前哦是袂爱入去灶骹的，啊吼，你要煮食哦，拢是下骹手人咧做。啊，你即久哦，啊，煮到遮尔啊欢喜，啊，你是毋是要去做种破西啊？以前毋是安尼呢，啊，恁光荣阿公哦。千交代万交代啦，就是讲吼，你还有做迄吼继承人的角色啦，啊，才袂当压楼底。以前哦，啊，你行入去公司哦，迄员工哦连大开都唔敢喘啦。啊，若是吼平淡的员工哦，你哦，我第二天就叫伊莫来啊啦。啊，你即久啊笑到遮尼啊欢喜啦，啊，一点仔角色拢无。吃饭啦！啊，公公在要创啥啦？紧吃紧吃！你真了解小安是吗？上早你讲的小安，跟我所认识小安是完全的无同款人。苏珊啊，啊，你嘛知影小安发生过车祸，啊，头壳伤啊真严重。啊，你听起来，你敢那足了解发生车祸以前的我。你敢会当甲我讲，我以前是甚么款的人啊？啊，甲即久是完全拢无同啊！以前你是学霸呢，啊，甚么代志哦，你一出手拢做甲好好好，啊，大家哦足欣羡呢，啊，拢甲你捧甲悬悬悬。恁阿公阿妈感觉哦，你是吼人中之龙啊！我讲了对无？艳红啊，啊，你无去提醒伊一下啦？这个苏珊是咧安怎啦？啊，一支嘴袂出个啊机关枪，安尼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吼，啥物拢咁要讲讲出来啊啦？你真正叫露死呢！哎呀，啊，飞林哦，即摆集团的家人咧欢，爱两个下就好啊啦。原来我甲以前这么无同款啊！到底谁来安尼啊？真歹势，你想把车来人客，我无应该安尼甲你讲话，啊，不过。你拄只安尼对小安讲的话，真无符合你的身份。不过安怎讲，小安拢是公英集团执行长，你只不过是公英集团在辽国实验室一个小小的助理。跨年会，你是会当做业时大，啊，不过论公司的职位来讲，你无资格安尼甲伊讲话。啊啊，你先讲吼，我来洗手间一下啦。哦。这洗手间哦，我知我知，迄入边吼，倒边就是啊啦。哦，亲，对阮家敢那真熟悉。哦，啊，都较早有来过啊。啊，我哦虽然讲老啊，啊嘛无老，甲讲哦，什么什么记袂掉。你先吃啦，先吃吼。这个秦姆甲苏珊，我乃感觉因两个敢那都有遐怪怪。剑师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看阮爸出代志，这甲伊的性命有关系。你甲我讲，伊今物人伫倒？啊，其实要真实嘞，我唔知影今物人伫倒位。你哪唔知？你唔是讲 David 一定伫伊身躯边？你打电话伊啊？我今物无得联络着伊。什么意思？真情，你爱我，甲你爸斗三工，为离开台湾，我真无简单找到一位会当配合船头家，我是会马上通知伊。我告诉 David 无接，嘛无回，切断甲我的联络。我为着要赶紧通知恁爸，让伊顺利会当坐船，我无想去找伊，结果我去的时阵，伊已经离开，已经翘家啊。那你是变怎？就算讲我想要甲阮爸斗三工。找无伊，我感觉无法度啊。若是，是啦，我们这代志啊变到这么复杂，早知影是安尼哦，我一定会亲身哦甲爸保持联络，甚至哦，爱我伫遐伊的身上装一个追踪器，我嘛会替你做。袂用的，我袂当着急。就记得死去你弟，我爱认真，我爱提早一步伫黄山河。对，
王三好。小得像。我先叫王家一撮。无，去王家创啥啦？三好跟仁妹，无过阮爸的警告，已经私底下报警啊。我即马去王家一撮，无得靠警方，已经有阮爸的行踪啊。确实讲若是无，只要我带王三好，再歹会拄到伊。讲了有道理，我陪你走去。你陪我去，你敢毋是为着表提案，要甲光荣集团做去提案？啊对吼、哦，我陪佑胜去啊。迄豪宅内底，迄关键的复制技术，我比伊较捌，袂当放伊一个人去报告。无要紧，我家己都会用的，分派的代志我家己处理，我先来去啊。佑胜，听我讲。不管最后你决定安怎做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虽然讲伊是恁爸，不过我惊伊伫咧去疗房的状况嘛是会伤害你。我真正唔敢搏，你是我一切，我袂当失去你。我知影我是你一切，啊，不过你唔通袂记哩，我以前也是一个真厉害国际刑警。我知影，你真厉害。不过答应我，一定要平安，好不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小丽啊。嗯。小心无是本啊！幼青这边，我是确定我角色已经演好啊。即嘛要查左凌晴和梁静川，而梁静川嘛对我加一份信任，只要这对爸仔相信我，大川集团早晚会伫咧我的手头。即嘛是咧创啊？我已经甲赵队长讲所有状况啊，因即嘛用追踪的仪器，到时阵梁静川若是甲联络，就咱知影伊人伫倒位。对啦，王总裁。等你接到电话的时阵哦，一定要尽量拖延时间，让刘俊川加讲几句话，安尼王警方较方便甲伊对账。咱毋是讲好，咱今仔日才好好来讨论，看安怎处理较好。啊，结果你竟然大主大义通知警方，万一若去有川仔知影讲啊，咱已经报警啊，安尼阿太伊的性命安全要安怎？爸。我甲尚豪面，不管阿杰安慰，赵队长伊嘛就重视这届梁金川的代志，所以警方会尽全力配合，没有梁金川发现了。爸，关心则乱，我真正烦恼你会为着阿杰，啊无过一切去做出危险的代志，为着两全其美，我才会麻烦警方斗相共。恁两个囡仔，真维护我，保护我，真友好，我真欢喜，我嘛真甘心啊。啊，不过。有谁去烦恼着阿太的性命？有谁来将伊安慰放伫头一位？我跟你讲啦，这边牛金川伊是个局，甲进前无共款。因为进前恁两个已经看破伊的骹手啊，所以你要稳稳啊甲伊斗。啊，不过这边伊直接甲我的绿灯电死，我哪有可能去冒险去做出任何刺激牛金川的代志啊？爸，你爱相信我，我相信只要布局好势，一定当成功啊！我一定保护你阿哥阿姐。川仔即摆已经起痟啊，已经戆起啊，真正要甲伊拼，嘛是我这已经一脚踏你棺材，你甲伊拼？你著甲你妈妈阿哥在咪讲哦。歹势，我无法度让阮爸去冒险。你这，咱著讲好啊，大家做伙讨论啊。我著知影你是咧安道阮，你无要听我话无要紧，我即摆敲电话跟公爵，阿哥有送你署长，到时阵哦，人遐尔啊多，看卖是毋是有法度甲你阻挡。我这看相，我都较主动啊！爸，手放开！爸，你莫这么激动，你要注意你的身体啦。对啦，王总裁，恁爸仔囝有啥物话吼，就好好讲啦，剩的就交阮警方处理啦。哦，阮一定会。赵队长，我自头到尾无允准你来阮厝里舞东舞西哦。我来讲，你若继续撒手啊，我就告到署长遐去。到时我看这条，啥物来担责任？手放开啊！我家己一个人去，你们先别甲我动啦。那是我嘞。